定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，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修法主尊，习斋主尊，那么大白莲花童子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 ，Om Mani Padme Hum。上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这一次，在台湾。昨天有说过，我们要参加法会前，事先自己要懂得做一些功课，做一些福德，来准备去参加法会的一些该做的基本，应付应对，必须要的。这是我个人历年来的经验。昨天追溯到1992年，大家有听到我的这一个轮胎，驾驶座的轮胎突然之间这个飞出去，这个很少有的啦，因为轮胎这么厚这么大，然后里面的钢钉这么长这么多，全部会断掉，这个是根本到现在我还想不透，也没有去撞过车，也没有去做过什么，为什么一个轮胎会跑掉，到现在还没办法想，还没有办法想。就在我跟佛菩萨大叫，因为做事的人员一个个出意外，然后很冲动 很无奈，因为你出意外，这些人就不能做事，不能做事就不能进行法会，所以就非常觉得很无奈，就会跟活菩萨讲，对着我来吧，冲着我来吧，你找他们这些没有力量没有能力的，你攻击他们做什么，三两下一推他们就倒的，你找他们干什么，找我找我。那时候我会这样拍胸脯这样叫，1992年，那就真的隔天就整个轮胎就这样子好好的轮胎就滚走了。1992年离现在已经几年，23年。那时候自己懂得这样子叫。而且我还修了宝瓶法。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自己一天修了21坛哦，从早没有睡觉，一清晨就去献。献完以后再来带小孩子，就发生这个事了。你以为你修了法，你的感应就真的成真了吗？这就真的叫感应。让你轮胎跑掉，让你灾难不再有，那你怎么去想？你以为你修了就不应该有什么任何事吗？不对，本来该发生的大灾难就这样子逢凶化吉，就这样重转轻大化小，这样子一个轮胎让你在停着的时候滚走，让你完全没有受到惊吓，那个惊吓就怎么样，就这样子歪一边，然后轮胎滚走，还想不透是什么原因哦，原来哦是这样子的事情，一点心里都没有惊吓。如果你在行走的时候、开车的时候，那种60、70的速度的时候突然滚走，那才会害怕，那才会震惊，那时候才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都没有给你任何惊吓的感觉啊。所以这个我昨天有说过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要准备一个法会，要参加一个法会，要进行去做一些什么事，不是照你所想象，说了就算，做了就成，没有的。因为我们也许种种来讲，有自己的障碍，有自己有形无形的这一些要显报的。现在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也许这些无形的不开心，不让你顺不让你怎么样，他这个时候阻碍，那你先要帮助他们，不要有这种阻碍的心。这个有形无形，有自己的也有外面的，现在终于知道。所以很多事情在进行中为什么会有变化，我们没有去联想到其他的。像这一次的法会，我们事先就做了7坛，就修了7坛7坛再去，以为这样就叫顺利的，
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参加法会，做了七坛覆膜，准备好才去的。我们在台湾就做了七坛覆膜，每一坛都不一样，就是符合他这一尊的这一些周遭的佛菩萨诸尊金刚来供养他们，主尊供养，其他的旁尊也供养，这样才去参加。仍然还是很多问题，仍然还很多问题。真的修密法，你才会真正的了解很多事。这个祖师爷所讲的及修法的这一个知识常识佛学这些学识，只是听，但真正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所以我常说一句口头禅，没有遇到真的不知道，没有遇到真的不知道。不要说一件事情人家在说什么，哎呀不可能啊，一句话就把它封面掉，是因为你还没遇到。所以不要讲那么快，哎呀不可能啊，没有这回事了，哎呀我说八道了，世界上哪有鬼，对不对？哪有这回事，是你没有遇到啊，所以你不知道啊。这是给大家一个了解了，就好像人家在说鬼，你没遇到你就否认，你就骂人家胡说八道，世界上哪里有鬼。好，有两个学生小孩在讲，哇昨天我看到鬼耶。小明跟小英讲，小英说真的啊，你在哪里看到鬼？我在厕所看到鬼呀。老师走过听到，胡说八道，小孩子这么小就胡说八道，这世界上哪里有鬼，小孩子这么小就胡说八道，厕所哪有鬼。因为小明说是在学校的厕所看到鬼，老师天天要上厕所啊，对不对？胡说八道。那么看到鬼的小明就问老师，老师你有没有看过，你有没有脑啊，你有没有脑袋啊？什么话，对不对？当然有脑袋，所以啊我说有鬼当然有鬼啊。这老师一下子宕机，你说鬼说跟脑袋有什么关系，你没有脑啊，所以你不知道有鬼啊。如果说你有脑袋那就有鬼啊。小孩子这样子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跟老师讲，他看到鬼啊，在厕所里看到鬼啊，因为隔壁的马桶有声音啊，他刚进去灯关了啊，他把灯打开来啊，然后他坐在马桶，有三间马桶，隔壁的马桶在讲话，他想哎，刚刚灯是关的，他进来才开灯啊，没有人才开灯啊，结果讲话他就蹲下去看隔壁啊，有没有脚啊，没有脚啊，那没有脚怎么会有声音啊，而且还拉马桶啊，可是人没有走出去啊，那这个不是鬼是什么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在隔壁上马桶有蹲下来看的？如果你看到鞋子，你知道大约在你周遭的是谁穿那个鞋子，你会知道就是他。但是如果有声音没有看到人，你多少你会看一下。现在厕所里最多鬼了，有形鬼。为什么？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他突然就讲话了，你好吗？是谁？是谁？为什么这么问你好？你好吗？好久没见了，是谁？对不对？怎么不说话？到底是谁？蹲下来，有人啊，有脚啊，可是看了鞋子跟脚不认识啊。你到底好不好？这么久都没见了。啊，你最近怎么样了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你去哪里了？嚯！所以我才知道他在讲手机啊，在跟别人讲话，这种口气好像就在问候你呀、啊。
就是现在太多白目鬼了。到底回不回答？真的回答他，他也不理你。我就有一次这样，真的很白目啊！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厕所里面突然之间冒出什么声音，你不要以为是人家在跟你打招呼啊！太多了，现在太多，身边突然冒出一个声音会吓你，原来他在讲电话，电话不是拿着，是耳机啊，塞在耳朵的，到处满路都是自言自语的鬼。这个时代太多了，都会给吓到。所以你说鬼是怎么形容？有形无形。今年的第一天，2015年1月1号，我们做救地灾，做完了，他们才讲你应该做救灾难，不应该只做救地灾。这是哪一国话？我们是在做加州的地震第21坛。应承老天的交代，做7年，每4个月做一次。赶紧翻了1年的第一天，赶快做。照理讲是要月中做了，但是哎呀，那一个月都 OK 啦，自己这样子想了，反正已经抽到第21坛，很好了，赶快做完就交代了。拖太久了，7年，想不到做完了。没有说哎呀大功完成还被讲，他说今年的灾难不是只有一个地灾，地水火风瘟疫啊，疾病啊很多啊，叫我做7坛，我都做完了才叫我做7坛，哪有时间呢？结果我真的最后还应付1坛才回台湾。想不到在台湾飞回去的飞机上看到说台湾有禽流感，然后禽流感这个鸭跟鹅已经被扑杀了125000只了，总共25万只。我在台湾不到一个月，每个礼拜的进展那个数字一直增加到300多万只，然后我离开了。听说我离开，在我回去这段时间，任何消息都没有出来。到底死了多少，又扑杀了多少，怎么样都找不到，报纸没有，杂志没有，网络没有，新闻没有，突然之间这个消息就空中蒸发了。我回来，再回去一段时间，几个礼拜，都没有任何消息，到现在。好像回去的那一段时间，在台湾做的7坛好像是做梦一样，这个消息好像是做梦一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去追究，好像这个事情是假的。你想死了这么多，他们说鹅几乎95%都死光了，都杀光了，然后进到鱼里面，然后这些不良商人把这些中标的、死亡的、禽流感的、这些瘟疫的什么这些畜生，把他们搅烂了，丢到海里面喂那些鱼做饲料，然后人们再去买那些鱼来吃，再捕那些鱼来吃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难道真的，你真的就没问题了吗？我们再说说，这个鸡鸭啊，什么这些的水禽啊，就像鸭鹅在水上啊，陆禽啊，像鸡啊，像猪啊，像这些什么在地上走的这些。连空中飞禽啊都中奖，因为它要到喝水的地方，水源现在都有细菌，所以都中奖。那我们就想起来小时候，我妈妈小时候在乡下也是养鸡养鸭的，几乎乡下都是这样生活，即使不卖自己也养来家里自己吃，像鸡蛋啊什么这些的。
我妈妈小时候常常讲故事啊，我永远记得。她说瘟疫来啊，有几次瘟疫啊，左右邻居上村，村上什么村镇都死光光，就只有她养的一只都没有中标，好得意哦。那跟我们讲的讲的口沫横剑。那我们小时候听到大嘛，小时候就是静静的听，到大了就会回嘴啦。那为什么别人都死光光，就是你的不死呢？哇，这下子他就更有话说了。他说因为我都给他纯的自己做的饲料，绝对不去外面买饲料，自己亲手天然的。然后他就讲了他的饲料，他如果给他的鸡吃，给他的鸭吃，他撒出去，人家撒出去咕咕咕咕咕咕都会这样，好像吸引这些鸡鸭这些来吃的，咕咕咕咕。我妈妈除了咕咕咕咕咕以外，还会讲妈祖保佑，妈祖保佑呵呵、哦、就撒那个饲料给那些鸡鸭吃，然后都叫一句话叫做妈祖保佑，妈祖波比妈祖啊、哦、我们的这个桌上的妈祖。因为他的家以前是住在妈祖庙旁边大甲镇南宫，天天都拜妈祖的，每天早上起来梳好妆就是去上香拜妈祖的。他家里不必摆坛城，因为隔壁就是庙了，人家天天替你打这个打理好，哇，大庙啊、活菩萨在那里，所以他从小都拜习惯了，所以什么事情都是妈祖，妈祖保佑，妈祖保佑，妈祖波比，所以他连养鸡养鸭也妈祖波比，口头禅呐、啊，相信妈祖会保佑他的鸡鸭平安呐、啊，因为在乡下最怕瘟疫，只要有这个瘟疫，所有的鸡鸭都泡泡汤去了，所以他这个是他的秘诀。那别人养啊，别人都不会讲这句话，他加多这句话就保平安了，这是他从小跟我们说到大的。那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，台湾一个师兄他说，哎呀，我祖母也养鸡耶，但是呢如果早上起来巡逻那些鸡啊，鸡就开始垂下头了，然后两只脚就这样子了，整个身体就这样子歪一边的时候，他的祖母说，哎呀，这只中奖了，来赶快杀来吃，然后就赶快杀来吃，大大小小就吃那个。我说那这个已经中标的你们杀来吃啊，我们就都这样吃啊，才不会浪费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还没死啊，他只是这样弯下去准备死啊，啊，我们有问题现在还活着吗？嗯，有道理，那是死了以后才有毒啊，还没有发出去赶快吃啊。他说乡下人都这样，都这样子，不会说好好的让他报销。好，回去台湾做的这些七坛的救灾难，尽一份心让他不要再发生更严重。现在到底停止了这个传染还是没有，不得而知，也没有人关心，也没有人在意，所以没人追究，就没有消息了。因为这如果宣扬的太厉害，不要生活了。我们去过一个烤鸡的地方，整个餐厅二十几桌，就我们这桌在吃、欸、吃饭的时间呢、欸？那时候要过年了耶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突然想到，哎呀，这个禽流感，这些鸡鸭鹅都有问题，这餐厅也影响到，要过年了耶，如果讲得太明，谁敢到餐厅吃，谁敢买那些东西，全部大家都不要活了。所以为什么消息封锁，这就敏感的人才知道、哦、敏感的才那段时间连我们自己都会受到影响波及，
要买鸡，哎呀，会不会有问题？要买鸭，哎，会不会有问题？哎，要买什么，哎，会不会有问题？啊，什么东西都是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做我们的父母。啊，马头明王也跑出来，马头明王是什么？观音菩萨的愤怒化身金刚明王，这每一尊都是活菩萨的化身出来的。像不动明王是大如来佛化身的，像慧寂金刚是释迦牟尼佛化身的，像爱染明王是谁化身的？啊？也是金刚萨埵，也是大如来佛化身的，像这个最高的阿达尔玛佛，第十六地的大佛，大如来佛是十三级，他是十六级，十六地，十三地，他愤怒化身的大金刚，大幻化碗金刚，哈鲁嘎的。这每一尊都有他化身的，观音菩萨化身的是马头明王。这经典里面，释迦牟尼佛都教得很清楚，就记录得很清楚。那是因为显教没有学到更深入的，所以他们不了解。看到这些金刚这样摆那样子，这样子摇着，这样形状，哎呦，都看得好可怕，要邪教。好，如果深入的话，他们就明白了，不可能每一尊都是这么慈悲，哦，这么样子的慈和慈柔。真的有时候众生太多种不同了，不是每一种你跟他讲善良的好听的温柔的话他都接受的，有的那一种哇什么形状都有的。我不是说过吗，有一个台湾的同门有一次请我跟他的亲友吃饭，一直叫我度一个人，那一个人哇，那个形状只差脸没有，只差脸部没有，那个叫什么 tattoo，那叫什么？刺青，只差这个脸没有刺青，这个下巴以后的每一寸皮肤啊，都刺青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这个美国很多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手背呀，有没有？哇，满身呐，只差那个脸。奇怪，都要吃就吃到底了，为什么只擦那个脸皮不擦不弄呢？你有没有看过耳朵刺青的？我都看过，只擦这个脸皮啦，耳朵都刺，哪里都刺，刺到这个手上只擦指甲刺不下，全部都刺。我真的看过这样的人呢，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人，我心里都替他很痛。替他很痛，你知道刺青很痛哎，那个针在刺这样很痛哎，他怎么可以忍受得了这个痛？这种折磨性，还有最重要钱呢，是不是？这世界上又花钱又痛又各方面，我还看过鼻子刺洞有没有？放个耳那个什么，那个耳环，然后这个鼻头这里又刺好多个，然后这个耳朵这个圆环这里17、18个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些？不晓得是人还牛还是什么？哦，我看到这个都一直这样看的，我不会这样瞄一下，要瞄干嘛？他就是要给人家看，他不同啊，所以我们就好好欣赏啊。我还问他 How many hole here? How many? 哇哇，我不晓得要哇说 How stupid， 我不能这样讲，我说哇
哦 must be very expensive 哎、欸，嗯，他就得意了。我说妈讲嘛，怎么 stupid 一定会被打？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这种自我折磨，我想他身上的缠身灵一定很痛恨他，要用这种方法来刺伤他，来虐待他，来让他折磨痛。这真的是缠身灵给他影响的，正当的人不会这样。还有肚脐，哎呀，衣服穿到上面露一个肚脐，好多个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舌头啊，舌头你们有看过几个？他不知道怎么吃东西啊，嗯，他不晓得怎么吃哈、哦，他嘴巴怎么盖哦，嗯。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总觉得这就是缠身灵作祟，他才会有那个念头。这是肉做的耶，怎么会不痛呢？在舌头里吃。我看到一个笑话，一个女孩子在巴士上，她的衣服穿到这个胸部下，然后呢肚脐露出来，然后坐在巴士上，他前面呢有个老太婆，没事就去拉他那衣服，给他拉下来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又把他拉上去，这老太婆就面带微笑又把他一直拉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一直不要他拉，可是看他年纪很大了，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这样子拉他，他手就一直拨开他，然后这老太婆就讲话了，好可怜哦，穿你弟弟的衣服好可怜哦，现在像这样的好女孩子很少了。这么小，这样说到这么小，聪明，下次我们要这样做。现在的网络太流行了，所以你看看你们现在心里一定很复杂，现在生活一定很混乱，天天太多消息了。最气什么？我虽然是不会打出去，但是我会收。最气什么？如果你在多久以内你不发出去，你会什么什么？他不要那么无聊嘛！啊，你们明知道这种都是在恐吓人，你们就不要再传出去害人了。你为什么不制作一个？你要念《高王经》1000遍，你最好在3个月里面。如果你越急有灾难发生，你越快念完越好。就把全文上去，有多少人感应，然后多少人看到里面全文，你念完1000遍，你许愿你会怎么样？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事？不然你就是传出去，你念嗡咕连声 CD home， 你念100万遍怎么样？你念800万去讲去传呐、啊！啊，你念了这个，你一定消灾解厄，你一定怎么样？去讲，念越多越好啊，行住坐卧啊，有没有人这样做？你们有网友，你们有什么这些的，有没有人去讲？很简单啊，你念了 Om Guru 人生 CD 后没有？你念了 Om Mani Padme 后没有？啊，你今天睡觉前念了几遍了？哇，你又赚了天上财物多少了？你发了，有没有人这样子？我们太多可以去传说，去传给不认识的人，但是如果你用宗教的角度去讲，大家就关门了，这不是我信仰，这不能我接受的。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法，
就好像有一个雷九兰博士，我听说有一次我在吃东西，在西餐店旁边一个洋人牛排来了，他就合掌嗡啊哄嗡啊哄，我在吃，听到嗡啊哄，我马上回头就看一个洋人怎么合掌在念嗡啊哄。哇，密教行者，哇，心里就很开心，遇到同伴了，知己了，咦，看到他眼光就不一样，就亮了啊，不像一般一拿来就切啊，好吃好吃啊 delicious 啊，他不是，他先合掌念个七遍嗡啊哄，啊，我是大约算，结果他念完了就开始吃，他还吃以前，念完了以后合掌完，还吸嘞，还吸这个牛排，那个吸不是吸那个香味的感觉，是吸那个能量的感觉，我感觉是这样。后来有这机会在隔壁桌，他吃的差不多了，那我已经吃完了，我说我一直看他嘛，他也知道我一直看他，一定有什么好奇啊话，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他就擦擦嘴，有什么问题？我说我很好奇，你刚刚在吃饭前念的嗡啊哄，你是一个密教行者吗？你是有修行这方面？他说没有，我什么教都没接受。我说那你怎么会念这个嗡啊哄？你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源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跟一个营养专家博士去学营养学，怎么样吃出食物的能量最好最高的能量来补充，他教我们念嗡啊哄，每一样东西要吃以前就念嗡啊哄，能量绝对从天而降。同样的牛排，别人没有念这句话能量有限，你念了这句话能量完全发挥出来，你吃下去就完全吸收这一个食物的能量营养，比别人更健康更活力更精神。所以呢，他只要东西来就嗡啊哄嗡啊哄，然后老师是没有教，可是他竟然这个食物已经得到祝福了，得到嗡啊哄的祝福了，他就把它吸进来先，然后再吃下去。然后有这机会我又遇到其他去学来的，几乎都念嗡啊哄，都这样的观念，多聪明啊。他知道有的人教是教不来也接受不来，但就自然这样念，然后念到一段时间有缘了，就会遇到更有缘的人士再在接上去，就可以修炼了。你看看你们三两下就皈依了，三两下就踏进来续缘修了，这个都是很大的因缘才接得到的。多少人念一辈子都还学不到更高深的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修行人啊，你如果了解一个原理，一点都不能疏忽。不要以为工作了五天，礼拜六礼拜天 relax。一般人修行人没有办法，连睡觉都要结界，你所有白天非常清醒的修为到了晚上睡觉都全部会破功。这就是为什么连睡觉都要修行，不是只有白天才修，你白天清醒，所以你会注意什么该预防，你晚上一松懈一上床就来了。你不能清醒状态，不能自主状态就来欺负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晚上会被吸气，把你所修的功课吸走了，你第二天又没有了，又恢复常态了，又贪嗔痴都来了，大小声发脾气都来了，就烦得不得了，吵得不得了，怒得不得了，这就是你的功夫都没有了。你以为你这么多年来所修行
都还在吗？没有了。我们有一个老法师从马来西亚来，以前住我们的宿舍，就在隔壁的隔壁租下来楼上。他就跟我讲，昨天晚上睡觉，有一个魔鬼要来吸我的气，然后嘴巴靠过来，他说你刚念完什么经，高王经不知道念一万遍，要来吸。他怎么样，不能动弹，然后他嘴巴一直过来，他说嘴对嘴要吸他的气，他不要，不要的时候躲到这边来，那个鬼噗要过来要吸他，那过去，哇，比那个动作脸型给我看，哇，你知道，他说我念得这么辛苦，你一下就吸走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啊。可是还是被他吸走了，一吸他就整个像一个吹满气球，一下就萎缩了。所以呢，早上走过来的时候就这样子，七老八十那样，就这样没气，每一步上来就要死不死的。我说干嘛？昨天没睡好，完了。我说什么完了？我念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就这样没有了。我说你干嘛？因为他能感应，被吸走了。我就被吸走了，他就讲给我听，就这样子。你们宿舍有魔鬼，小鬼我不怕，遇到那种也要抢功课的，也要抢人家功德的，真是，我就一直骂。谁？你们以为呢？有一次，我带几个法师到多米尼家去。前面有一个法师，刚出家没多久，是别的地方的，跟随我们去。我们多米尼家完了就要到巴拿马。那么每个人都有功课，要去申请巴拿马的签证。我叫他念200遍的心经。另外一个扛摄影机去的一个师兄，我叫他念1080遍的大悲咒。每个人功课不一样。那已经是一两个月前了哦，可是他们就是拖拖拉拉都不当一回事。时间到了，那一个念1080遍大悲咒的师兄就问了我们一个法师，我怕来不及了，在时间上。上次跟我讲这个功课，结果这个法师回答他，那你就念短咒吧，都是观音菩萨，就念欧玛尼巴咪哄念1080遍就好了。这个师兄说可以吗？上次是叫我念大悲咒耶。啊，可以的，都是观音菩萨。哇，他就好高兴哦，行住坐卧，哇，欧玛尼巴咪哄，欧玛尼巴咪哄。那我不知道这个事。那这一个法师呢，他念了200遍，那几天很安静，都没出声，因为一直在念，越来越近了，要去巴拿马，只剩2天了。结果今天、明天就要走了。我们到了多米尼加，一个大教堂，就是以前我身为大主教、大理石，有讲过，啊，那个棺放在镶在这个墙壁上。1989年我去的时候，法会做完，隔天要上飞机，他带我们去参观到这个400-500年的大教堂。然后参观到那里的时候，有声音说我们守候你很久了。我听了觉得很奇怪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，什么叫做守候我很久？所以我不懂，但是我看到那一幕，镶在墙壁上的石棺上面躺一个主教，我突然就开始流眼泪，我就知道那个是我。想当年我在这个大教堂在布道的时候，一幕幕就起来了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来到多米尼加了。多米尼加的同门邀请我们中内的另外的弘法人员上师去，然后再去跟师尊讲，师尊说你改请例会上师去。
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师尊叫我们请你到多米尼加，我听都没听过这个国家，但是如果是师尊说，我当然要去了。1989年的11月找老半天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在哪里，然后我就去了。那去了就这一幕，原来如此，为什么会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国家，这么贫穷，缺水缺电什么都缺。以前我在这里结缘的天主教众生，因缘具足了再回来引领他们更升高阶级，教他们佛教的密教了。因缘啊，看他哭的老半天，然后再过几次去，就带着一群法师去，然后拜完了出来，有一棵好大的树，那一棵树好大，然后我们就说这棵树，我就跟他们讲，这棵树是我当年种的，我就这样子讲当年种的，然后大家说哇，好大好高好大，一二十个人绕啊，好宽啊。这个时候那一个念心经的那一个，我教他念的那个法师手痒，就去摘一个树枝，他这个是很自然，大家一般都这样，就是摘一个树枝，结果摘那个树枝很小，树枝上面有树叶，一摘就听到叫一声，哎呀，你今天念了200遍心经，功德回向给我，全给我。那个法师还不知道，还拿那个树枝还在闻。我就教那个法师，我说刚刚你这个动作，这个树神叫了，好像你摘断他的哪一根手指头在痛。他说你念了200遍心经功德回向给他，完全给他。他说他怎么知道我念完200遍，我刚刚才念完。哇，我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完了完了，我去签签证完了完了，上次叫我念200遍，我努力了2-3天才念完。他就把那个数字丢掉，听到说他200遍给他抢去了，他就没有，他也不要那数字了。我说即使你丢掉，你那200遍也没有了，他已经取走了，要走了。然后我怎么办？我说就看你要不要，愿不愿意，有没有心。到明天下午还有很长时间，200遍很快的，你已经会背了。他果然真的就在我们到那个什么要去转飞机，在美国中部那个叫什么很大的机场，很多人很乱，那叫什么？不是的，那个在美国国内的迈阿密，我们要到迈阿密转，是迈阿密吗？迈阿密转机，我们到迈阿密转机，他正好念完，所以我刚刚讲他200遍念完，然后那个念1080遍大悲咒没有念，改为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师兄，两个同时去签，结果他签出来了。那念1080遍 Om Mani Padme Hum 的没签出来，被拒绝了。然后他们回来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我不是叫他念1080遍，他没念嘛。他说他没有念1080遍，他怕时间来不及。问你其中一个法师，法师叫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都一样啊，都观音菩萨。我说哦 ，OK， 就差在这里，你来跟我讲啊，你没有时间来跟我讲，说上次我怕来不及，我可以念 Om Mani Padme Hum 吗？我如果跟你讲可以，你就可以啦。你没跟我讲，我留着上面讲大悲咒，自然听到的护法就旁边就是。你要念这个才成，你没念那个不成，别人说都一样。
啊，就这样子，很可惜，害得我们摄影师就没有了，然后摄影机就留下来了，他人就回到美国来了。我很记得这样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有形无形，有形无形，有自己的冤亲债主缠身灵，也有无形的，不是自己冤亲债主的外灵，有很多的。所以走这一条路非常非常不简单，不是坏事，让你更加的小心谨慎，更加的警觉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，更加的步步为营。有任何的东西，一有什么，赶快弥补，不能让它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。像这扣子，已经知道在松了，赶快拿针线来缝。没有当下去做，下一刻，等一下，明天，下次。你有一直在拖延的习惯，到有一天，砰就掉了，还找不到嘞。找到还有机会救，找不到了，整排扣子就差那一个，去买买不到同样的，就变成全部要换。那你又没有时间，没有这一种当下的这一种处理态度，你就这个掉了，就是就不能穿了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弘法人员很聪明，第一颗掉了，他把下面那一颗拿来补，下面那一个就没有扣子，第二颗掉了再拿第二颗来补。有一天我就看到他这一排六颗只有两颗，下面都空的。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呢？买不到相同的啊，啊买不到相同就这样子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态度了，做人修行的态度了。果然他就问题重重了，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，就结束这一条路了。这个都是跟着自己的言行心态一起的，任何一件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走修行的路，要想佛光铸造，想光明铸造这些灾难的不好的人群地方，让它好，越多人想就越好。你越多人念头想它不好，它真的就是不好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好的？那你以为你想别人好，他就只有好，你不会好吗？不会，不会这样子说。你想他好，能量提升，你自己也在提升。你想他不好，想他下低，你的念头也下低，你自己也跟着不好。那越多不好的人，越多负面的能量，就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安，造成家庭、公司、组织、团体的不安详。这是连带的，这是环环相扣的。就像你脾气不好，你骂别人，被你骂了，他就跟你回骂。如果他不能回骂，他记在心里愤怒，他走到比他更弱了，他就去欺负，他就更加的爆发，大家都不好，大家都叫，大家都骂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影响出来的结局啊。所以现在都要很小心生口意。就像师尊叫我主持2000年德州的密仪雷藏寺的法会，他的法会，我说有什么不同，你主持看看你就知道。果然真的不一样，哇，他附上灵，哦，好夸张，对不对？好得意哦，啊，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用，但没关系，他的手要你去拿，你的心里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作用。哦，他要你去拿，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作用。哇，挥洒自如啊。最后他拿一个天灵盖，那天灵盖我玩过，嗯，好，拿把夜刀，
嗯，很好，嗯，祖师金刚，嗯，好，把大家所有的身口意全部招过来，罪业罪根，啪，哇，太棒了，去把他们吹破，哇，怎么吹他也没教我，反正吹就是了，自己想象力，哇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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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把天灵盖都要打破了，哇，然后好了，我以为吹破就好了。大家的业障都消除很好，开玩笑，消了到哪里呀？吹破去哪里呀？谁来担呐？他就举起来，他就举起来，一直靠近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动作，心里隐约有一点知道，但是不会吧？咦？啊？咦？呵呵，哇！这下子呵，哇！我去了。对不对？喝就喝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因为你心里不愿意，不甘心，凭什么？大家的业又不是我的业，为什么要我喝？要我承受？要我担？你的心里还没有办法放到最高的无我，你无我就没有分别了。谁是你？谁是他？谁是我？他用这个课程让你学。什么护法？护法怎么不阻挡他，让我嘴巴不要喝倒啊？你们说，很多事情听起来是负面，其实是在学习，更高级的学习，更高阶度的学习。冤枉啊！喝下去了，哪里有东西？里面都空的啊！啊，哪里有东西？念头对念头啊，心对心啊。果然，我一下台我就告诉连影啊，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现在全身都是病，都是细菌，业障。”他说：“上次你很好啊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”后来就真的去检查，回来旧金山去检查，哇，开始就马上 urgent， 谢谢。我没有高血压 urgent 1000多，要等死了。我那个 urgent 表还留着，以前没有电脑，2000年、2015年没有这样子动不动可以输送的资料的，马上就寄封信 urgent， 全身都爆破表。所以师尊常常在讲，我如果现在去检查，我全身都是癌症细胞。你看他谈笑风生啊，我现在去检查好几个癌细胞，就是这样。从他那里学到很多，动不动就防，哪有办法防？你走上这一条路，就是生命要给出去了。那修行不简单哦，很有艺术哦。师尊走得过，他有大智慧大法力，他仍然被人欺，被人欺，他仍然可以忍，他可以做得到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这些佛菩萨诸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这些祖师都是这样可以走出来的。我们佛教的创办人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怎么样被他的弟子欺负的？怎么样在当众一个伪装怀孕的女的，她睡了我肚子的小孩是她，哇，当众哎，是不是？她仍然可以要过这个关，她里面的她的弟子带走500位弟子，在那边煽动，在那边造谣，仍然还是走他该走的路。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啊，今天能够如如不动是怎么走过来的。这个给大家学习，非常非常不简单，但是你跨得过以后，你会真的很感恩感谢。我很感谢我有这样子的路程，只是把它留作一个参考资料，
在未来修行的人当中，也同样遇到相同的历练，曾经有过古人、前辈、修行人是怎么样面对他的困难，面对他的关口，他怎么样做一个抉择。一般人很难过。有个同门跟我讲，在澳洲达赖喇嘛做法会，他去参加，结果达赖喇嘛一开口就打骂，你们这里面有没有雄天派的？如果有雄天派的，请马上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自动离开。有雄天派的自动离开，在那边大小声叫。他听不懂，他不知道达赖喇嘛很有名啊，为什么法会开始还没开始就这样感人？结果才知道什么叫雄天派。原来这喇嘛当中，西藏当中，密教当中，有一个修行人很精进修，很多人跟他问事很感应，很灵验，很慈悲，对人很好，所以很多信众大家都来，都相信他。可是他的名位没那么强，就譬如说是法师不是上师，譬如说他没有那么个全名，那个名号就触怒了比他更有名的人，大家就生气了，百般的欺负他，传谣言破坏他，他仍然如如不动，仍然照顾人、鼓励人、关怀人，显很多的神通。到了最后呢，越做越有名，人家说起来都赞美他，所以这些人就吃醋、嫉妒、破坏了，最后就害死他，想尽办法捏造很多不实的事情来陷害他，最后他被绑起来，去说强奸女的，去说偷人家钱财，去说做了什么不该做的，最后就引起他们共同要害他的那一批人要来害死他，他就被绑起来，譬如说焦油要让他烧死他。在那刹那当中，他明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考官，修行要这样，可是最后到达最后的那一刹那，啪，整个怨气都发出来了，整个那种愤怒啊，全部发作了。我要让你们死得惨！你们谁对我破坏过？你们谁对我侮辱过？你们如果谁对我怎么样，我通通不让你们好下场。谁对我好，我一定给他所求如愿。谁对我不好，每个都该死，每个都该怎么样？就发出了那个誓愿。那一种的气讯息，那最后要死掉。死掉的那一些平常尊重他的、珍惜他的、听他的、服侍他的、供养他的这些信众，哇，当然就要讨报了。那么他发出的这个，个个就知道他平常活得就很敏感，就来跟他求。我们现在要去报复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，请务必要帮助我们。那他虽然没有肉体，他还有灵魂，人家跟他塑造这个精神像，画这个图片，他仍然有显这个灵，所以就给他们如愿。他们如果要去报仇，如果要去迫害谁对他以前不好的，通通感应。师尊去到印度，有一个27岁的年轻喇嘛，长相也很好，师尊很喜欢。回来在《真我报》还有形容过这一个27岁的喇嘛，希望他到西雅图来，师尊想教他，想收留他。结果有一次的活动，有雄天派跟这些这个年轻喇嘛都被刺杀死了，延续这么久100多年还在这样子。我们要制造这样吗？这样好吗？这不是我们说的，所以人家对我怎么样，我自己知道的，这不是好结果，这也不是修行的道路。
我们更加要在这样混乱的时刻去抚平大家的愤怒，而不产生那样子的一个争端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带领大家的修持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走出来了。你像历史上那些小人坏人，像那个什么叫什么跪着，永远跪着叫秦什么秦桧，秦桧，秦桧到现在的形象都还跪着，有没有？你看多惨啊，已经多久了还跪着的形象，还在忏悔，是不是还被大家当罪恶的人？被他害死的人都是英雄，都人们还在赞叹，万人都在吐口水的坏人，真的啊，千夫所指，无罪至死啊。我们今天的修不要这样子，冤冤相报永远不了。我们今天的修行就是要带到这样去改变，所以听得懂的明白的啊，符合这方面的，那就继续走下去。如果是要报应来报应去的， sorry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。好，修行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人生就是这样，每过一关你更茁壮，你更加的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，因为你有经验。没有经验的就是不懂得怎么去应对，有经验越多越丰富，就越成熟，越稳重，越不会慌乱。你没有遇过就会慌乱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这就是修行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Om Mani Padme Hum。